街头或者来水上乡，农历二月初二是祭公生，嘉义县奉天宫祭公庙道祭主神会，今仔日上午举办道祭春晚活动，发送平安符600爱心物资，同时奉天宫祭公庙香火鼎盛，全台分量未少，为元宵过后，每天陆续拢有进香团回宫进香，场面相当的热闹。趁着礼拜假日，奉天宫祭公庙道祭主神会六号上午举办春晚活动，总共发送600份爱心物资给嘉义县七边人户，也就是政府法令照顾未到弱势家庭。物资包括白米5公斤、购物袋、酱油、牙膏、砂糖、盐、面条、米粉、高汤、罐头、饼干等等。道祭春晚啦，吼，就是咱较早过去拢叫做冬令救济，啊，即摆改一个名称，因为即摆已经春天过了，所以咱叫道祭春暖，啊，利用这机会来帮助这个咱这个社会较属于弱势迄个边缘户，吼，啊，通知来遮，甲咱领咱这个迄个油盐米啦，吼，这是常用品啊。咱奉天宫祭公庙道祭主神会吼，就是希望讲借由这个活动的时阵吼，这个救济品的发放的时阵吼。会当大家社会的心啊吼，迄个啥，每一个人的心啊吼，会当享受到淡薄啊的温暖啊咧。所有阮道祭主神会的志工的心啊吼，有1-200人的心啊吼，拢二职工的心啊吼，轮流的心啊吼，来出来的心啊吼，来做这义工啦。因为要办举办吼，咱这受帮助这人，因较会当来领这物资啊咧。主要就是农历二月二号是祭公生，位在水上宽四川的奉天宫祭公庙，香火鼎盛，全台分量未少。每年对元宵过后，民间拢有大批的进香团前来进香。咱伫每年元宵一直到初二二月初二生日，哦，咱家人、宜兰、台北、桃园一直到分林，咱各有奖，来啊，初二接收。奉天宫祭公庙表示，发放奖学金和平安符物资发放是每年两大活动，拢是奉天宫祭公庙集各界善心所做爱心，也感谢真侪企业响应捐赠物资。同时，嘉义市理烫发美容职业工会、嘉义市经络研究协会、展望医师检验所等团体，也高调共享圣迹为民众服务。善心口角红志雄乡采访报道。